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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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Wait. 怎么又是你？大家好，是啦，又是我这边。储藏空间有问题吗？这个万一裸露，绝对让你觉得有问题。我的问题就是你喽。嘟嘟嘟嘟嘟。哎，有拍的。不拍了。现在我们去看孩子的房间。不要去我孩子房间里。喂。OK， 现在来到孩子的房间，由我的 partner Edison 跟你们介绍。嗨，我是 partner Edison， 让我来给你介绍孩子的房间吧。OK， 现在来到孩子的房间，所以孩子他们通常会有比较多 store 的东西，比如玩具或者书本的东西，所以我们 create 了一个 double decker 的 platform 给他们，比如这种 storage。OK， 所以我们全部可以放他们的东西。整间房间我们会用蓝白色的 color 来做主题，就比如还有这， Bruh. 没关系，我们 start with the kitchen。还有，那我家还有 kitchen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台面跟它的 backing 都是同一个 material， 这样子可以整个厨房看起来的话更加一致性。当然，我们一些细节的话，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金色的 handle， 一些金色的元素来带出整个厨房它是属于一点 modern luxury 的 design。我跟你讲啊，第一期播出过，很多人找做模特拿出你在啊。第二期出了过后，还是问我啊，怎样从那单板凳那边跳下来？哎 ，bro， 你 OK 吗 ？OK 啦 ，OK 啦，没有事啦，没事没事 ，OK 的话。哇，这你牺牲很大耶。哎，没关系啦，不辛苦啦。就像是你喜欢我们的 design， 然后跟我们 carpenter mix appointment 吗 ？OK， 拜拜，拜拜。